雨哗啦啦的下，一早呢不少民众准备出门上班上课，但是呢遇上大雨下不停哦，许多民众呢都尽管有穿雨衣啊撑雨伞，但是呢都还是淋得湿哒哒的。我们先带你来听一下民众访问。今天下雨不到吗？对啊。今天下雨会不会上班不方便？下雨上班当然不方便啊。嗯，有没有迟到了？已经迟到了。迟到了。对啊。哦。就是因为已经迟到了，所以才想说慢慢来啊。好的，可以看到呢，上班时间哦，不少民众呢都还特地提早出门哦，就怕下雨呢，大家都会开车，交通大打劫。还是有民众哦，因为这个下大雨都已经迟到了，因为呢受到封面通过影响哦，一早呢气象署呢就针对苗栗县、台中市以及彰化县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。中央气象署也表示，旺盛的发展对流呢，经常伴随着打雷、闪电，还有剧烈的强降雨哦。低洼地区呢，还有排水不良的区域呢，很容易就因为这个强降雨呢来发生淹水，也提醒民众注意哦。